这美人计不就是靠我们这些弱女子吗？到了武功，应该就没有以后了吧？当天为了骗你，骗你逃走，我说了一些绝情的话。只要能报仇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愿意去。 让他跑，这样让你亲眼看着本王如何守护西施，如何得到他的心。大王，你忘了夫差是如何落到今日的下场了吗？当你一旦担负了国家之轻，就没有资格再谈儿女之事。